嗨，亲爱的家人们，奉耶稣的名问候大家，圣诞蒙福，元旦新年也大大的蒙福。我相信在来临的日子，耶稣基督已经为你预备了一切所需的，超过你的所求所想。前头的日子对你来说一定是更荣耀的，因为主耶稣的恩典慈爱伴随着你。哈利路亚！在今天呢，我们全家哈利路亚要给大家献唱一首，从小的到更小的，我们要来给大家献唱有一位神。 Amen， 大大的祝福你。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。Thank you.